队友们开始新赛季中超联赛广州队的征程。随着主裁一声哨音 ，PP 体育为您带来新赛季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轮广州德比战。广州队在主场天河体育场与广州城市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艾克森在调整着呼吸，距离开球点比较远，直接一脚打门飞上了球门啊！韩佳琪扑得漂亮，这球还没有出界。这一射和一扑之间，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。艾克森的这脚球，首先从弧度和角度来讲都非常的出色。好，调整，然后传中的空间。那这边高准翼的防守还是做得不错的，45度再传进来，高空的轰炸，第二点左脚的射门，又是吉列尔维。这是外籍球员来到中超之后，来无缝接轨，确实，适应的很快。广州城这几分打的，虽然说。可能是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粒进球，如果同时进行另外一场比赛没有进球出现的话，没错，头球是弹地球顶得干净利索，确实这应该是中超联赛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。其实就是刚才围绕着在右路的这个进攻第一次没有打成，我们还记得刚才廖俊雄那脚头球对吧，然后随后在边线发的这个界外球，其实你看就是两个球员就完成了这样的进攻。严俊浩不慎把球碰到了自家球门中，1-1啊，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就是都能够进球，不过一个3-2的局面。而当这个时候，我们看严俊浩他回追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有点慢了，然后回追到把球去回到门前的时候，不小心把球给捅到了球门之中。严俊浩呢，他提前预判出来黄振宇是要来一个倒三角的低传，对，所以他用了一个滑铲的动作。防守阵型，或者球队5-4-1的阵型看得非常清楚，再传中，双方有头部的相撞，裁判呢为了保护球员，第一时间先响哨停下比赛，然后是1-1进场。而裁判应该是已经先吹犯规在先了，因为艾克森起跳的一瞬间，我们看这个手肘支起来是打在了常维亚的头上，然后之后这边张继良跟过来，两个人有个头碰头。一面对广州城队这样在防守情况下，上半时的大部分时间从后段现在的节奏，双方的攻防转换的速度非常快。左文杰球给的不错，吉列尔没停下来，在禁区右路再横传到后点，有机会啊，球进了。这边是叶楚贵，哇，漂亮！这是一次地面渗透进攻，完全的是从右路，然后过渡到中路，连接到后点。这是粤派足球的一个特点，接到传球其实稍微有点够着球，但是呢摇摇摆摆还是把球给到了一个小弧线送进去后点方向，关键是叶楚贵并没有放弃对这个球的追赶，对，最后在后点把球直接推射入网。后点位置邓涵文的防守，我觉得他没有想到说能够给到他身后这样的一个区域，是，所以当给过来的时候他再转身已经来不及了，叶楚贵这边已经马上跟上，要看到右脚传球高度还是不够啊，来看看郑智有没有远射的机会，横传了，这边严鼎浩的远射被挡出来，第二点高拉特，给的漂亮，看一看杨立宇这边射门被扑出去了，韩佳琪的状态真的是好啊，是自己扑救完之后然后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庆祝动作，是左脚传球的高拉特，这球没有能够完全引向球门的方向，不过现在是广州队的一个强行进攻的时间了，再来远射还是要看韩佳琪，又是一次扑救，不错，1分钟之内2次精彩的扑救，韩佳琪确实这样比赛发挥非常出色，一锤定音的能力，对，给他球，头球，投进了2-2，吴少聪，中后卫上来用头球帮助广州队是扳平了比分啊，真是一场精彩的广州德比，双方战成了2-2，有的时候确实需要去利用的。其实派拉上来，一方面确实肯定是要从防守端去加强，更重要的就是在于定位球的时候，对吧？包括是定位球二次进攻或者战术定位球，它的高度能够给球队提供大的这种便利。身上有身高的优势，同时刚才起跳也要。
好的，全场比赛结束，在2021中超赛季的首轮广州德比战中，广州队在主场最终和广州城是战成了2-2，这场平局也是双方在各项赛事四年以来的首次握手言和，他们上一次的打平还是在2017年的4月。